电话一张。你好，需要什么？千层饼需要几个？一个。好。来60。白肉60。那你要？小米粥只有千层饼吗？对。放汤匙了吗？这个有。你说有放汤匙了吗？这边有汤匙、筷子，可以吗？对。六碗面嘛，三个汤嘛，一天会上。一旦做五斤，我要叫你现场煮来烧。这个葱油饼，来，阿秋，等一下你帮他烧一个。葱油饼。好。装一个鸡蛋豆，它放一点那个酱油膏在上面。我买点水。来，小姐你点一下。来，鸡蛋。老板，谢谢。好，来。拜拜。小米粥、白肉面、葱油饼，来，你的在这边180。千层饼，对，等一下，葱油饼快好了，来，我限你几个？两个限你。那还有什么吗？还有限吗？就限小姐一个葱油饼。葱油饼味道，
我今天把那个火锅拿的才放在电脑上，看起来更没什么。
都过了。